戏来听老烈，戏外看人生。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贝仔。昨日的双龙会，咱就看到风声甲风雨来到龙龙山太祖庙来进香下愿，结果啊，去中到范冰的包围圈，范冰龙主就提出风声，你就亲自去赴会。哎呦，这是气嘴的吃米粉，看现现，都是这个风文宴，风雨就唔同意风声家己去，伊是急中生智，提出讲。我家己来女扮男装，扮作风上赴宴去。唔过风雨即阵啊，已经是有言在先。风上要倒落会同意呢？风雨是一再来个摆臂，为着江山社稷。最后风上只好来答应。得安尼，风雨去甲范邦龙主来见面宴会顶，风雨发现范邦果然是暗中杀机。两兵士开始动手就打生死，最后风雨就招伤来走离，走到半路时，那腹肚痛，摔生下来两个风雨。眼看范冰伫个后壁追紧紧，风雨根本无可能带着两个拄出世的风雨来离开，伊只好呢用金腿垫一个囡仔的身躯顶头来扯离，然后将这个囡仔留落来，家己抱另外一个囡仔。来离开，范冰对到地看到这个婴儿，就要将这个婴儿摔开给抬死，想未到一只老虎念东西出现，喊，把这个婴儿摔下去，一只老虎啊，佮将这个婴儿放在卖豆腐的张德贤去打豆腐打内面，张德贤看到婴儿是真欢喜，哎呀，就把婴儿抱倒去吃，啊，唔知这个婴儿。敢会顺利大汉无代志？伊什么时阵才有法能甲亲生的爸母来相见？精彩好戏，咱继续看落去。七千岁九强，双衣上将，娘子万岁有子，岁子上将，娘子。皇子救完天龙山，不见娘娘心不安。
齐红卿平心下马随。齐红卿啊，可我主动的下落吗？万岁呀！万岁！既然袅袅既事，这件事微臣恰属微臣，万岁不要鬼魂上身，上那将着变回中毒，既成之件，上那请我微臣献上再叠贵人，不如那就让你微臣交言加强，请万岁信差。齐红英，那一力之见呢？万岁，像这娇艳乃是一个无疑，万岁最主便是。齐红英言者有理，当台下日共选了联席吉人，奉齐国国为做娇艳正经，就是共调书记兵，上驾回京。金殿之上，屡屡以爱家作对，那不将伊抵制，难消我心头之恨。铁柱，何叔，罗新贤进宫。禀娘娘，罗新贤进宫。哦，其实我二爹进宫，快快算亲。娘子，娘娘有旨，随旨进殿。一路金甲背负衣，千穷走地一路地。天天给六六千秋再千秋，一定平心受奏。下六六。但不敌一定进宫，有何事告？奴隶，想那我的你罗教红，竟敢以难作对，那么强烈的心，难消我心头之恨啊！但不敌一定，你有何良策？奴仆，你归来，就你出，你出，真是妙妙妙妙喵啊！
二胡我就出桥去了。上一点。不用。江哥在。算含香进桥。你阿姐。妞妞有子含香进桥。千秋含香平心，谢娘娘，美丽娘娘，欢笑比过江，有何奇强？含香啊，你家是江最亲近，爱家准备操劳之心，谢了万岁，对你细心，朋友的情分送托感激。含香摊中担四十配鞭，娘子，小王娘娘用小米三叔三叔，天哪，苍天哪，如果我那心答应，恐惊性命。这小小生命，最好就是只是世间渺渺寒光，无人知己。我不如将请大爷再做打算。渺渺，提起。
桥风，希望国农疼爱，七方是强。想我爹乃是当朝宰相，伊性情奸诈，爱甲我屡次劝告，伊就是唔听，真是使我挂怀在心啊！万岁计较，你娘娘万岁计较，赐我金子啊！娘子。Yeah.
来，你手来，千金不打不叫用。不打我我弄啊！迎接不送，来。前路交锋，阿雄金鼎，你不打。为情歌来，万岁！定可知影，昨夜宫中出了何事啊？万岁，但不知昨夜宫中出了何事？请听，哈、啊！西宫叫红，西江明，苏通平波林清明，春香松露草兰结心，家和公。非礼心心要无情结婚心心心灵同地是天灵吹一挂兵海过庙莫难疏通穿标定万岁但不敌这超人那是好人发现但是爱家从西宫丞相吹到难道是假吗是罗教红滚啊斗大大千人你也敢疏通感情又害公性命莫大感伤点尖不松来滚啊前罗教红推出我们用七七八零我我打死你啊你万岁想西宫娘娘如今心怀六甲，应该当伊生下良子，再战未敌。齐红兴言者有理，殿前无事，来，前齐国娥金罗领将，共调书记兵，参加会将。李大夫啊！太平安，无无杂事，可难担。哥点到府多三餐，我今来去，你到府一安。像我张德乾，命歹，顺腰好，捡一个囡仔来做后生，以后啊。我张家乡人都有团呀、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可理喻啊！你的子女好嘞，街头巷路，无大好机可热心嘞，这几啊病啊真难治。眼眼睛嘞，哟，眼睛一度看表，我赶紧来去听好。今日来去。买豆腐诶，进来呀、啊！哎、啊，要甲你买豆腐啊！好，好，好，我来去，我来去，囝，你乖乖哪只困吼？阿爸来去买豆腐，买了，甲来甲你抱吼、哦。你来乖乖哪只困吼？进、哦、来去，进来去买。
人叫做我命完蛋。这里未来查无胆，查无胆。夫人，到庙门口啦，快快进去吧。嗯，什么人将这个小鸡啊放在肚顶的啊？夫人啊！哎，哎呀，真水啊！我袂嫌大意，嫌无大意，咱就把伊捡转来，将伊抱回咱家来。夫人，你着。停啊！我好生你，不动荡啊，真妖啊！我赶紧给抱转来去祈祷你。赶紧给抱转来去。哈？我叫你，起来！起来，好生，你是在哪里？好生。好生，稳当，有人偷步往后生去，放下这钱是不是的？唔知呀，哼！
钱卖用的呢，该扣起来。人咧讲啊，有人这钱无够用，无人钱嘛无用，就我赶紧过来去找阮好生理要紧，过来去找。好生，好生，好生理耶！
情，叫七仙水小办法，要快速点好。事过如今，也只好如此。团长，你们快去快回。表弟，太子，我去啊。天秋，事情快快变绿，恭喜娘娘，贺喜娘娘，上下太子，这乃是娘娘的荣幸呐！事情是我含冤受屈，死无着落，可怜我的皇帝以后有罪，也免惨遭其害，恳求七千岁，赦免给我囝出宫离去。娘娘，不如先定下，让老身报告用梅光用字，等待大限了后，再回朝为娘娘报仇雪恩。千岁，你大贤大弟，我不去了吗？娘娘，娘娘，你今宵下就是。哎。在人群之中，并无所避，不如我就贴破罗盘，割破指头，写下血誓就是。啊！爆了！Come on.
公司可真准备完毕。七千岁，那时已经写完毕了。放你以后，亲手交予我放你手中。娘娘啊，你看时间无早了，快将殿下交予鲁士吧。啊，妹妹，是，你袂用手杀我的鸡啊！放你，放你！娘娘，时间无早了，放你！鲁士告退了。练得好，练得好啊！妮妮，你过奖啦！哦，妮妮，我哪有过奖于你呀？殿下，妮妮，我有一件事想要跟你讲，也唔知影通讲吗？妮妮，有何事情，尽讲无妨。哦对哇，此事唔是讲话之所，随我行。哎，妮妮。参见苏爷，免啦，谢苏爷。你哦，皇娘龙主之人，你外面哩中原之气，够中原之气嘛？哦，好吧，中原一带路径我尽识，我去就是啦。云头总班兵咋动心？遵命，请。殿下，随我来。嘿。用古话咧讲，好毒唔食惊，迄人手头两是困入甲无屈出，想袂到这个罗先生，原来是一穷二穷三个无天良，连家己的亲生囝伊也唔放过。罗红娇的冤情，够法人来交算，伊甲家己的囝儿，够法人过来三见，今仔日中午十二点，锁定下午。
那今天咱斗阵来看。